沈琼啊，做媒的事体管都管不，一天一夜啦，真是作孽啦！嫂，嫂，嫂，哎，我来来来来来来，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东西东西东西，东西，慢点，慢点，慢点，嫂，这个进山了呀，进山了，快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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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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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娘看，师长，哎，侬来了，哎，在里面。哦，好嘛，张师傅，我去买菜啊。哦哦，张师傅，哎，没事，我老张，下下那下下。嫂子要下下弄来了，哪个女的？老君吧，老君吧，老君吧，好嘛！退一退，哎，退退退退，哎，退退退退退，哎，哦，大壮啊，中人，这个，军弟啊，兄弟啊，我有好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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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话。孙姐，慢慢靠后，不要让水浪湿着那姑娘的眼。哦，小心小心啊！少爷小心。哈哈，少爷，你慢着啊，就好啊。
哎，武子啊，这姑娘是谁家的？总觉得有点面色陌生。她就是九斤姑娘啊！咋打的呀？少爷，快回去吧，爹娃娃等着你。哦哦哦，菊菊，回来。店里生意清淡，阿爹想出门走走，跑向上一刻，侬把铜蛋整整好。哦。哎，九斤九斤，眼睛一色，已经交了16个年头债。阿爹啊，铜蛋整好噻。好哦，安娜。我出去做宝箱生意，电动里的面动、水动、脚动、震动，各当各的，侬晓得吧？晓得，面动200钱一只，水动600钱一对，脚动400钱一只。嗯，对个对个，真聪明啊！我记得。阿弟啊，侬早饭回来哦。啊。嗯。阿弟啊，侬怎么了？小姑娘刚才会告我早是回来嘛，哪里来个生意嘞？阿爹啊，侬听错了，俺们是讲生意做好嘛，早点回来呀。哎，刚没得的。阿兰、我记得呀。啊，苦痛啊。阿爹啊，侬抢我个生意呗。啊，生意到了门口，俺们还会走的，弄个外地门口把个摊嘛。对个对个，哎，我到远地方去。好，古董啊，嗯，啊，来嘛，干嘛？弄啥懒猫懒猫，整天只晓得张开嘴巴去，今天到我的那里来推的，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啥人打我的猫？啥人打我的猫？哼，自家老公搞不好拿我的猫出去，断子绝孙啊！侬个懒婆娘，侬这个声音，你这怕虎，想动谁当你？啊！我今朝不想活了，我跟你拼了！啊！哎呀，救命啊！我打你了，我打你了！当趁热气头！大嫂，你，哎，大，哎，大，大，气死！干好笑，假使你们个众人家，真是一时倒霉。混账！你们想做什么？滚！三妮啊，哦，三叔伯啊，里面请，里面请，好，五三啊，泡茶，哎，
再说。请。见长儿小姐，三叔伯，好倒是好，只是石家中落，见长好福，嘿嘿，恐怕高攀不上吧。长儿无语。商量点啥？男婚女嫁，从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爷，宝宝可不能吃个像大王、二王那样的伙食了。一个是大子孙，一个少周星，一个是这吃不着个懒婆娘。你说是不是啊？哎，我倒是不愁，石家只有指望宝宝了。对对对。见家儿小姐包侬称心满意，那就这样定了。哎，三叔伯，见儿小姐是长是矮是胖是瘦，我还没有见过。我看明天让宝宝与她见见面，你看。好，明早西门全部都见面，那我宝宝一定要来啊。好，我走了。好，三叔伯，哎，你费心了。慢走呀、啊！这里人来人往的，在这里相亲难为情。又不是相亲，有啥难为情？我心里比比跳，万事你替我看算了。哎，什么哇？哎，未来，这是终身大事啊！到这家三公子要清清念念大大方方，有数吧？有数有数，各种事情我比你懂。懂就好。这门亲事啊，三姨婆差点折烂了石头呢。好好好，先拿着这样去用用，等我把糖买去呀，再下弄五十张。这个是好事呢。爸爸，嗯，见长是好门，等位相亲一定要有礼貌啊！啊，记住了。二小姐是钱家的掌上明珠，金枝玉叶，一定羞羞答答。等位见了面，你一定要笑脸相迎。哦哦，帝王，正好不得噻。哦，嗯，
哦，是宝宝、来来来、来，孙龙呀，大模大样的慢慢走上去，让他们看看前上二小姐的派头。嗯，还有慢慢叫，我要快快跑上去看看仔细人。哎呀，放开我！哎呦，嘿嘿，小白脸真好看。呀，这，爹，我不要，我不要。爸爸，爸爸，这，你放心，嗨，呸，哎呀，哎，哎呀，我当心，哎呀，怎么了，宝贝？好竟算不过一个神落色的小丫头，能是有趣不有趣啊、哦、这人叫什么名字啊？大名九斤姑娘。嗯，有一次我到店里一转，她竟知道我要买什么豆，我把几十只豆米一包，她就已算出了多少洋钱，聪明绝顶啊。不言不言，自古打龙生龙，凤生凤，老畜生儿当地洞啊，这小武人家的姑娘能成说个气哟、要去了，不管白猫黑猫，围着老畜就是好猫，像这样聪明的姑娘，绍兴人里就要是九斤子。九斤姑娘，你是九斤姑娘？你叫石宝宝？你还记得我啊？走路刚不小心跌到河里去，我这小篮子可捞不起侬个只大皮球哦。你还记得八年前的事？记性真好。你忘记啦？没有。少爷，你当心啊！多年不见，你长大了。你也一样嘛。
旁边睡下姑娘，有人吗？外面啥人啊？外面啥人啊？是我呀。我？是我呀。侬不要生气哦。常言道，女么有根绳，我嘛有责任。阿哥阿妈嘛都有个名字，侬那个没名字噶？一个便宜不一套几只。嘿嘿，姑娘，我的名字有些格里格的个。哪个格里格的？我的名字要用绳本绳过。怎么能讲嘞？我到算算看。姑娘。能听懂一对半来两对半三对五声四对半黎明百姓在一起请你姑娘自己呀啊侬哪个会晓得个呢？我呀，毛猜猜嘛，写字了。哦，聪明，聪明哦。姑娘，
那么你叫啥个名字呢？我个名字啊，还有些咯里咯哒的，还要用孙不孙的啦。哦，李爷哥，我一枪远我一刀。姑娘，侬讲来听听看。那么侬听懂？金姑娘，哎，是个。哎，我有噶聪明哦，不晓得相貌长得好不好？呀，我的黑漆漆看不见相貌啊。哎，姑娘，侬阿爹在家吧？我阿爹不在，侬找伊做啥？我还有苦同去。哦。十二点王，快进来坐。哎，好。十二点王，请坐啊。好。哎呀。十二点王，请吃坐。请吃呀。好。十二点王，我今早来得不巧，我阿姐今早出门做宝箱生意去的。哦，等伊回来，告诉伊马上到我屋里苦同去。那么十二点王，侬屋里住了啥地方啦？姑娘，侬听懂？大姑爷走来过门，碰见两个花门人，烈呀烈在往里等，十七八八条走出头顶，夜里不要饭来吃，夜里不要米上好困，再问马哥多讲情，这是我石家的大的呀啊门啊！十二点王，我晓得啦。侬讲讲看，九曲围墙两边分，是条龙吧？是个前面老爷爷是读书的书房，对个后面冷清清是那祖宗的祠堂，不错。雷姑妈妈是圆圆的月童们，是个两个管门人是两只肿瘤子。嘿嘿嘿，我里的雷姑姑雷子没雷姑啊，我冒猜猜嘛就是了。好聪明聪明啊，姑娘，我阿爹回来告诉你马上到我屋里苦头。晓得子。好。好。十二点王，那最好。十二点王，那慢慢再啊。好好好，转气转气。苦头啊，苦头啊。阿爹啊，回来子呀。阿爹啊，洗脸。阿奶啊，你碗都来烧，两碗都来炒，阿爹都命我可在。两碗早就准备好了。哦。阿爹啊。啊。妈。阿奶啊，阿爹运气不好，卤饱了不烧，生意一点都没。阿爹啊，有好生意来着。啊。十二天王还能苦动气。十二老李啊。哎。
我不去，我不去。为啥啦？玉帝人家门槛高，上你老无数路路吃日头蛮多，我吃一碗饺了。一来吃日头嘛，侬快把日头过去呀！要是东跑木头，哪里会把日头啦？啊，侬还搞那个呀？哎，至于阿爹搞阿妹，哪有阿妹搞阿爹的呢？咦，过我不是讲做状元后生，没状元先生哦。嗯，哎，我倒不错的，不过这，哎，阿爹，侬把妖精过生，上台灯放在屋里，十二天王要是刁难侬，就回来拿上台灯，阿能还搞侬个呀？哎，聪明哦！哎，好，阿娘，嗯，明早一早我就去。好，阿爹。两个国民，嗯，不错，到底哦，咋输了这？你我咋输了这？张师傅、哎、你来这、哎、我来这请来告诉啊啊啊啊请啊张师傅弄饭有没有吃过哎没有哦不是哎请张师傅里面用饭、啊、张师傅里面用饭好哎从墙来苦动老头子一大早就斗争自灭又是杀鸡呀又是炖肉啊整个太阳都熄灭出来哎老头子门开一厢情里头一点缘故、嗯、等一等女婿听听看他们是些啥哦嗯把你电话侬叫我来鼓啥个头张师傅我想请侬哭十只铜不晓得侬会哭法哼我从小就随你不要讲十只就是一百只请滚宝来好张师傅哥们侬听懂在你都敲松松还要故意的恩恩爱夫妻懂还要故意的外国金丝懂一道
城墙不通风，覆盖湖底两头空。城里恶意在宅急，家家户户开仓空。千军白马，白马千军扎马，恨人一呼那个皇帝苏大忠。三家老子多拥挤，十字路口那红红红。跟王党在当中，上头一记松，下头扑隆通，零零起来莫等等，十杀动把你张师傅来动发动哦哦哦只听见叉子咚咚咚，弄得我一动摇。张师傅，张师傅，胃苦吧？胃苦个，哎，胃苦个。啊！阿爹，侬前方回来拿状态包，阿能好搞侬个呀？哎呀，什么地方不好的？我邀请过张状态包忙去打来的。哦，那我派人去拿去。哎呀，哎来来来，不不不，我自己去拿。哎，张师傅。你把铜蛋挑起做啥？哎，啥你电话，我是生不离蛋，蛋不离生的啦。不要紧个，不要紧个，放在我这里没关系个。那张师傅，我还要请侬回来普通呢。张师傅，侬要快些回去，早点回来。阿爹啊，出了啥个事情啦？我早晨南京石家高门槛，今日里十二夫人来刁难，一份铜钱没赚到，换丢了七万的家伙，苦痛啊干。暖啊不咋温一咋难，妇女想想去讨饭。阿爹做啥要讨饭啦？铜蛋被石家压起的。石家啥道理要拿铜蛋？十年连包十只铜面，我听都没有听见过，叫我那个苦苦呢？哪十只铜面？包家能听听看。阿暖啊，还有那十六七三黄昏浓，大人小孩都好用功，谁是在大西家东？还有那官衙三更你他要
同名真难懂，名叫那个金丝阿东，一到城墙不通风，家家户户开敞通，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杀门神，一股那股皇帝手当中，三个六字都拥挤，十字路口闹哄哄哄，像苍空一人呐，闹哄哄。别过，万一一招一刮动，一根米都通天宫，一阵黄冈在当中，上得一起送。何头发隆咚，叮铃起来闷腾腾，闷弄啊乱叫啥的咚啊，这样的家伙天天见，明当谁家吊死拉动这龙店里多有个嘛，阿家随便姑姑好噻。是呀，晚上阿家的哪谁上我呢？啊那，上台包起头来，我哭东西的。哎，得命的神气，假气无人。阿爹啊！哎，阿那，电脑关好，我去的。阿爹啊，侬搿只气呀，带什么大点？嗯，还那么响点？哦，就是你老快快，那勿是个气无个。有数的。啊你别吧，古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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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哈哈哈哈哈，啊你别吧，古董子，十三同明珠晓得在？不晓得，我就不来噻。哦，那能搞弄过在？啊，啥你爹吧，侬是不是侬儿子生的了？我哪个会是儿子生的？可我哪个会比俺们小的呢？哈哈哈哈哈哈。回去一趟，喉咙都响起来在。我家头个人肯定喉咙声响在，治疗家点多，为啥滋啦啦啦、滋啦啦啦嘎响呢？治疗么学得高了，学得高。青蛙电机学的地娃，为啥呱呱呱呱嘎不响呢？青蛙把嘴巴宽，嘴巴宽。啊，两只笨鸡喊龙了，嘴巴宽不宽？为啥飞翔？笨鸡做足够，做足个。碟子是不做足个？为啥咻哩哩哩哩、咻哩哩哩哩？嘎响呢？碟子么同安多，同安多，米子同安多不多？为啥飞翔？你是不是圆个咯？圆个，铜锣是不是圆个？为啥当嘎响？铜锣么铜足个，铜足个。李元把一堆铜头是不是铜足个？为啥飞翔？怎么实心个咯？实心个，炮仗是不是实心啊？为啥叮啪嘎不响嘞？哈哈哈哈，不谈这些了，不谈这些了，不谈这些了。拿好个，都上来，鼓铜去的。等啊不鼓在啊，不鼓在，
能听我开心啊。那好过我回去的。哈哈哈哈哈张师傅，我们坐下来聊聊天。啊，聊聊天，刚好个天我聊得着啊。聊天在公海我也。来来来，张师傅，来来来，里面请、哎、里面请，拿拿拿，里面请张师傅、啊、请坐。来来来来，请坐。公海我我先讲还是侬先讲？今朝我先讲，张师傅，请你不懂彼此真，只为我宝宝来连姻，这家秋姑当大宁，宽中的女儿小鞠婧。用丫头进门，我们要让姐小姐来对宝宝。姐儿小姐这么脏气，姐家家财万贯，哪个会放出嘎个宝嘞？女子，侬读过书，点子多，快想个办法才好啊！大嫂啊，办法倒是有个，不晓得侬敢做啊？哎呀，女婿，三块肉菜没有，连气都是有个，侬讲？有办法！啊哈哈哈哈哈哈！三年电话，究竟个娘死得早，我就是一个宝贝儿呢。我杀不得伊出家呀！哈哈哈哈哈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古就是如此。难道你养他到一百岁也不出家吗？哎，我倒是不愁的，我还没办过家。哎，不要紧，不要紧，千岗万岗，只要你九斤姑娘脚力一岗。嗯，不不不，三弟爹王，我不好说这个，那究竟都在，是不是他我是回去商量商量？哦，也好，哎，张师傅，最好。
石石洞都哭好了。没有。怎么了？这里地方又刁难侬了。哎，刁难万里爷了。什么地方？讲出来，俺能向侬出气。俺呢，十里地方以古董之家，要侬嫁给石宝宝做石家的第三房媳妇。阿爹，侬答应伊了。我回来同侬商量去。不嫁。十里地方我。明早就托媒人来下聘礼的。我不愿意，他个抢亲不成。阿爹，记得嫁为王，阿暖不嫁。哦，好个，好个。三花到哪里去了？他出去从来不动我这边。是啊，两只鸡，四只腿，张师傅切掉一只，还有三只，到啥地方去了？啊？啥人偷吃，啥人来杀头？我只吃了两只鸡胗骨。老大，到三块往里找找。爹，不要生气了，鸡腿吃了就酸了，饭都凉了。找到了，找到了，阿爹，鸡腿找到了，三只鸡腿，三块都藏在衣柜里。哎，才玩像个家嘛，把三块给我找回来。哎，快！三宽，侬看，今儿小姐多少本分啊？同侬做局里嘛，自家的当家人啊，稳笃定是侬做的。好个好个，但是我根本侬也可以上来当王者，我不会亏待侬的。好妹妹，侬看，见面就到了，侬快去买嫁妆去啊，我回去了。哎呀，哎呀，这个啊，哎呀，再熬一熬嘛，快到了。嫁妆店人里多少人，为啥飘到这种小店里了呢？为啥？搿班小店里啊有宝贝，进去过啊就能讨个吉利。我是为侬啊能稳稳当当的嫁到自家去。啊，这个真好。哎呀，菊金姑娘。哟，是干什么啊？这是哪这个喜客？哎，请走。我是五日不登山宝殿，马童来了。办嫁妆，这是我的侄孙女，钱庄二小姐。三叔伯，侬要买啥个童？喏，尽管挑。当然是要买顶好顶好的童，是要派多用场的。恩亲家，自古凤凰媳妇同，好几苦力媳妇养。
门大屋大财神里。听懂吗？懂。开口见喉咙，侬的嘴巴一张，我就看见侬有几根大肠。啊，假灵啊！哼，我不相信，侬猜猜看，我婆婆现在在下点啥？咦呀，马同事讲，来襄阳有十家定亲是真。姑婆，是啊。现在嘛，我叫我来下单是不是？不对，同事要买的。侄囡啊，侬自家看来，有几只喜欢嘛，就买几只啊！我店里没侬喜欢的洞。哎哎，搿只我喜欢，搿只洞不买。啊？为啥？侬买不起啊？啥？侬讲点啥？哼！我家前早上不够好嘛，就要帮侬再小小的多买去，不然买不起搿只小小的木头。哼！侬前早请大同差来我搿只洞。我也不买噶。哦，我便是在京东。京东啊？嗯。哦哟，难道还是在神仙洞？哎呀，三叔伯，侬到底是大队门里的草上踏步，搿只真是一只神仙洞啦！啊？哼，才女，我不相信，写出来到哪里啊？侬要听？讲呀，讲呀。怎么能听懂？八爷来苦人，这小魔童圆滚滚，他的苗子杀不尽，你咋用他来洗头，后把不会的变聪明，你咋用他来洗面，丑八卦会变俏丽人，你咋用它来洗家？端腿立刻为丈夫撑。调声回头朝风来此道，家境远出十万八千六百里，前小姐你咋想用这咋神仙洞？马桶啊，我哎，我已经搞清爽的，好走的。哎，我要，哎，我要，哎，我要，哎呀，宝贝啊，哎呀，宝贝，哎呀，真叫爷子好了。Thank you.
爹，你答应了？啥事情？九金姑娘的事啊。啊，张家托人为娃，九金姑娘不愿意。五子，你怎么也来戏弄我呢？昨天是。好好，是今天一早来为的娃。唉，没有想到，我让你竟会被一个小小九金难倒。哎呀，爹，你是不招那主意，那个锦庄儿小姐又要来他，哼，不要你那个蠢货。老头子挖空心思耍情画招，到头来举金不愿意，让他把半夜打。嗯，爸爸，嗯，你若真要去九金，只有一个办法。哦，你自己到苦洞店去。这，我怎么开口呢？马桶嘛，马桶啊，好，我去。自夸的点子嘛，真娇灵，到底是大户人家的千金，有心机，有毒的。暂时不啊，趁你当天锦刚儿小姐的日嘛，好多老头子等我来了。是呀，对，这个辰光去最好了。是的，大嫂啊，话要说在明处，锦刚儿小姐一过门，自家的当家媳妇就是侬了。王儿啊，哎呀，你说我当家还不是跟侬当家一样嘛？自作美，这句话怎么生？我夸门堂谁呀？我。我。是我啊。大概弄个名字还要用算不算的，是不是？算不？啊，不必用算不，简单的很，叫宝宝。宝宝。哎，是我啊。妈的乖子进来，到家去进行理财，说着来了天小地，今儿雨来可早也，自古居多举情心外撒鬼开，只见他走起眉的光身，大家我举步不知今何等，望多少年深夜宿，去老母话到嘴边口难开。
哎，哦不，叫我，哦不不，不要叫我，不要叫你，哎呀，不要叫我少爷。你到小店来做啥？卖铜。卖铜？哎。好，进来。啊。你走呀。啊啊。你要卖铜？我要卖铜。卖啥个铜？卖啥个铜？啊？哦，卖啥个铜？我还不晓得你。你要卖铜，却不晓得卖啥个铜，这不是闹笑话吗？啊？我问你，你是真卖铜还是假卖铜？我假卖铜。好啊，昨天来了个钱小姐卖铜，今天又来了你这个公子少爷卖铜，你们难当真情？我没有什么想过，几次三番到小姐的寝室生非，告诉你，君君姑娘，我阿文这个欺负的。君君。一番话噼噼啪啪响翻墙，听得我头家无想，我曾与蒹葭小姐订过亲，跟包子饭食薄，假意买通将你上。他们有意在圈套，姑娘你果真上了当。今日我真真静静来相帮，真心真意来点当，你不该不分真伪将我这冤气擦在我头上。Thank you.
的嘛。别过去，我都忘记跑了。哦，不用不用，我不肯。嗯，只是忘了吃中饭了。啊，那好，我请你去找保养饭去。啊，哎，哦，三妮，侬再仔细想想，就你人家的姑娘，怎么配做自家爹们的媳妇呢？谁是谁你人家倒也清清白白呀。今日小姐哪一天配不到侬自家，侬左家一个不是，右家一个不好啊。三叔伯，我已经讲过好几遍了，我要讨一个能当家的媳妇，能成家立业的媳妇，不是讨一个为生为养的女人。连个苦东人都讨不到，还想娶一个陈家的那个当家媳妇嘞？可谁会嫁到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嫁到我啥家嘞？这是我的事情，与你三叔伯没有关系。啊、关系大着呢！我是三叔门里的扫荡太婆，告诉侬，苦东家的男进不得啊，啥家知道？小弟请进，没啥好东西请侬，不好请小弟啊。谢谢了。你大胆花王，从你落不一下。今早到小店来，到底要做啥？九金姑娘，我只说了吧，我不是来买东，是来问你。问我？哦不，是来求你。求我？哎，是求你。啥事体还来求我？难道有事办不出来？哎不，是来求你到我家里去。到你家里去？帮着我一辈子。侬是才子家的少爷，我是苦头乡的女儿，你我不配。哎呀，姐姐，即使金山银山，也不是两心相爱。我娶的是人品，不是钱财呀。这是真心话，那你回去吧。你不答应我，我不回去。是呆子，他那话的善良。就是月亮上了树，我也不回去。哎。
花，静静，你等一下，等一下、啊、哎呀，静静等一下、哎、呀，静静，静静，静静等一下。救金得啦！爹，救金得啦！得啦！嗯，嗯，胡子，哎，明天托人去张家定亲，聘礼要丰厚些。是，爹我，哎。下月十五日节日，就与宝宝认亲，通知各路亲友来喝喜酒。晓得。嗯。阿爹啊，侬还在生气呀？昨天晚虎气满王十八家，今朝又变成花样十女人家，我弄不懂侬到底是啥个意思了。阿爹，宝宝对我真心实意，女儿我愿嫁。你愿意？我不愿意。阿囡呀，侬到自家要去苦头的，听阿爹的话，以后有合适的人家，阿爹才能高高兴兴出嫁啊。阿爹啊，宝宝是好人呀、啊！阿爹啊，娘啊，阿爹啊，连嫁妆都办不起，阿囡，阿爹舍不得弄这家呀。阿爹，女儿未来可弄个呀。Thank you.
打伤我高兴，你推开。他打伤我你啥关系？你推推他，我打你。啥人要吃这种短命喜剧？我们这家门里没有这种穷秀，做啥啦？有的吃，落的吃，啥里啥气？七夕节，我姐姐。少动！啥人要弄个喜事去丢脸？难道啊，二当爹就敬老来了，以后侬要喝喜不疯啦？三叔伯啊，有主意了！告诉我，这宝宝真是大喜事！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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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恭喜恭喜恭喜给喜欢新娘为她滚好，三十步，请，请三十步，三十步。呀，喜
喜洋洋问我家长，看人家子，弄个事吧，做啥？这哑巴嘛不要紧嘞。哟，这是啥个箱子啦？从来没看到过嘛，黄人人金丝做的吧？那是家伙里是拿不出来的。三叔伯，侬眼睛有毛病噻，这是盆香。我阿爹靠水泥吃饭，金丝银条是没有的。那么，那只神仙洞总打来了吧？那么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石家人身体不善，四肢不巧，用不着我打神仙洞的。三叔伯假如要用嘛，我到娘家。呸！三叔伯，你走。啊，好，告辞啊！今天是我新婚之期，你到底要做啥？做啥？闹忙。闹忙？闹忙就不该挖苦人。我娶的是人品，不是嫁妆。哎呦，第一天就一搭一档了，有好戏有得亏了。俺石家门是绍兴的名门才子，穷丫头进门，祖宗的台都贪光了。我张家也不退还不抢，宝宝娘去我娘家，有啥对人有啥看待？三叔伯，侬当心点呀，要是当起来侬还当不过伊嘞。打！哼，怪五句不懂我顶子。哼，今朝我石家太婆是要教训教训侬嘞。啊，来打！啊，你们岂有此理！三夸四夸，先看娘后看，辰光不长噻，俺好起噻。三叔伯，你用了前日小姐的下眉剑还不成，可以向我家。你想把手伸到我石家来，办不到。我三姨问我查。三姨，农家是个长辈，不孝子孙，不孝子孙。爹，你走。三夸，老董，到我房里拿三块一张二叉的青布来。你们两个东穿西跳。不就是为了想做当家人吗？好，我让你们当家。你岂不岂不是心仪的吗？三夸四夸究竟这里有三块青布，你们一人一块，都是一张二叉，叫我做四样东西，谁做的跟我想的一样，就让谁来当家。阿爹，当家么就让大嫂你嫂去当，我不来催个你呢。求小郎讨娘追你。阿爹，根本是哪四样东西？听着，一件长衫，一条皮褛，一只剪刀，一块手巾。啊，
爹，一人二菜不做四样东西，这啥你用？当然是我用了。嗯，你。说不啊，能干多啦！各种脑子嘛，就像个当家人啊！三夸，拿到了当家人，十家的金山银山都有侬管啦。嗯，哎，对那穷丫头啊，给他点老火上上。啊，等我当了家，叫他吃不落，拉不出。憋落去，生命啊要憋出来嘴。
你在做啥？我在请此样东西该怎么做。是的是，阿家出的难题，这世上是找不到的呀。啊，哎呀，第一叫你做四样东西，你都做好了一样，怎么又去整东西了呢？靠你的事吧，我的事我自己心里有数。啊，那万一三姐怎么办？哎呀，真急死人了。四代子，可你既然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夫人叫一下，是爹王吩咐三天一到，国王把做好的东西拿到厅堂里来。这叔叔不要少了眼啊，不定放心往回凑个。三叔伯，侬跟我一道去啊！我不去，三姐讨厌我，我也不要看伊。叫你都去，我来这里等侬个好消息。好，本县请侬吃老鸡。那走去。哎，宝宝，哦，爹，爹啊，阿爹啊，阿爹。大家都到了，今天是我三姨65岁生日，把你们做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看看，谁做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就把这把藏王钥匙交给谁。三花，三花，阿爹，你是大王，先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啊、好的，阿爹，喏，江山易尽，皮套一个，钱袋一只，黄金一盔，四样东西一样不少，三千人光日手不好。阿、爹，江山寸寸宽。一张二叉布做了噶许多东西，侬本事大个。阿爹啊，一张二叉布做四样东西，不贴布，吃过人仙皮也做不出来的。阿爹啊，只怪我为人太小气，不肯吃亏应分离。世纪各种粗布有的是，你生不怕走不到，只怕想不到啦。哎呀，舅舅，阿爹，四样东西交齐也是不可忘记啊。大星期走啥？还有二王嘞，只怕你呢。啊啊，阿爹。我阿爸做官，从小是万难张口，衣来伸手，各种生我阿娘没教过我，一气也没，做也做不来。那愿我归还，请补一篑。
还是个宝贝。九九，你呢？啊，阿弟啊，侬瞅瞅看，不是还生不还生？嗯，我叫你做事呀，你怎么只做一件呢？啊？阿弟啊，四样东西我是一样不少，都交给你了。在哪里？阿弟啊。在酒馆里打过几头好放东西，最近就在小径里插手看完在你多出一块零头布，九姐，你怎么会猜到我心里想的是这几样东西呢？我嘛，冇猜猜就是了。啊啊，那九姐，嗯，这是我十年过了四十年的帐篷匣子，今天我把它交给你。阿爹，我不要。哪吒，我不要。九姐。不要，你比我三姨聪明得多啊！不要，阿弟啊！拿他，拿他！哎，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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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再快坐上。巨金了，侬当家，我要弄得侬七点。五子大哥，侬早啊！哦，九金姑娘，你比我晚早早饭都烧好了。五子大哥，这几天田里生活忙，屋里想吃个菜，侬不要去挑菜，我会去领的。啊啊啊！五子大哥，哎，热毛难去。哦，谢谢九金姑娘。嗯。吉金姑娘，吉金姑娘，侬干那个鸡蛋？大哥，哎，快去拿苞米喂喂鸡。心里手巧花似风。
的日子，他去骂我孟子兰中。女儿，你瞧啊，这挂口点嘞，好吃。九军姑娘，东厂房的也是。哦，张师傅，我是兄弟，我是大哥。今朝先挑年代米。我是，两个子也要吃。大少爷，我把你来往人这多，一不小心蛇就要碰头，要跌进我缸里的。我又不是小人了。主子大哥，让伊去吧，学点本领总不错的。辛苦阿土告告伊呀。侬在伊身边，我就放心了。我也放心啊。主子大哥，去呀。哦，主子，来的。啥地方去？挑米去。长工做给我，啥人要弄到了钱不出？回来。你家答应了。你家答应了。哎呀，哎，女生，我夹着搿只眼度问什么真钱是真银啦？女孩我没办法商量，侬个男人嘛，又辣辣上海商量不是？难道我们就搿成器成生的过日家？不要讲这越讲越生气。哎呀，阿弟啊，侬吃过中饭再去呀？我还要回去做生意嘞。阿弟啊，搿么侬这两包东西拿去。哎呀，走了，我一分拿给你。拿去呀！哎呀，走嘞。阿弟啊，侬最好今朝有忙日头，我啥生气在。哦，侬去忙去好嘞。气死在，让伊家一来一来往外面领，得亏许我真是咽不落气了。老头子相信你，有啥个办法？哎呀，气死在！大嫂，出去的机会倒有一个。哦，伊不是刚要去杀针吗？杀针？去！大嫂，侬啥衣裳啊？是呀，
不杀杀二十相比是要发霉的呀。医生侬还是来杀衣裳的？东西少杀出来难困杀的。喏喏喏，像舅舅嘛，你是新娘子，你是当家媳妇，杀出来的衣裳嘛，一定是体体面面、光光彩彩的。哎，只怪我命苦啊！我家里住在我里家的亲，家长实在不起压抑。今日是九匹袍子，锦绣袄，七下绫罗，八下缎，上里八的十里长台，得十家少体面。哎，你说，农家一家，那么我只好准你同在。我的家长常盘算，杀出来实在不好看。正是陆军进攻组，放在瓜子十八件，杀杀龙香见长满，这辈子怕是穿不完。其实我不吃苦不散。侬说对吗？大嫂，你嫂不两客气，那我只好讲几句的。举金三郎出东边，赐予家境最贫寒，父母接我一双手，是梦是不吐不散。清清白白做不均，也不难以成不算，正正几几清不傲，随花独对再夸四夸，三叔伯，我真正要气死你了！哎呀，不要气嘛，有气嘛出气。三叔伯，侬讲哪个是媳妇？办法嘛是人想出来的呀，只要伊当家官时，屁里总会有的。那两个人啊，不要气。只要记，耐着性子等时机，有空子侬就做，有错头侬就办。哼，就是和尚头上，还好用鞭子把伊撞上去的。哼，眼下亲王不接，今天念得你买了好家境。我是大哥，一分也不少。啊，那我走了。大哥你。哦，宛在船上呢。哦。接近姑娘，十来也奇怪，
自从你过门以后啊，大少爷也懂事多了。今朝阿土叫伊要人，伊一要就位啊。哦，快把大哥叫回来，吃晚饭噻。啊。我眼都跌了河里嘞，眼都跌了河里嘞，快啊！大哥，大哥，大哥，啊！哎呀，哦，我的大哥，侬先下一到房里去换件衣裳，我先到我讲堂。啊。哎呀，啊！不要送嘞！哎呀，不要送嘞！和我讲堂去去哦。嗯，少奶奶，我来吧。啊。嗯。啊，也是。来吧。咦？爹啊，哎，请坐。好，好。挑米的钱都十张了。十张了，阿爹，侬看。啊。嗯。再过几天，叫五十把五的肉子买掉，取水之后，老屋翻新就好动工啦。钱够了吗？啊？我算了一下，咱老屋造新屋足够啦。哦。我算算是不够啊。阿爹啊，我叫五日自家主要烧砖，可以省进一大笔钱呢。哦，我再买上三里整片地买下来，又可以省进一大笔钱。哦，哈哈哈哈哈哈！家母在你是内行，我是普通店家阿暖嘛。哈哈哈哈哈哈！嗯，钱都封好了吗？都照你的吩咐缝着好了。哦，嗯，我看一看，啊。阿爹，侬来看。嗯。哦，好，好，嗯，嗯，嗯，这是今天的钱吗？哎。打开看看。你阿爹，你阿爹，哦，阿爹啊，阿爹啊，阿爹啊，阿爹，哎，快来生啊，阿爹啊！哎，你到底推走了多少洋钿？整整一百块，你呀？哎，一百块。要十块子，爹有什么好买嘞？阿爹，我们向你禀告嘛，言我们斗嘴，言在倒好，篮子里的小腿小毛变成蒸发蒸发洋钱往外拿，这样下去，我们自家不是一年就要倒灶的。大嫂，你挖句明实，不要指着和尚骂石头。大奶奶，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啊。我也往好人，干嘛弄啥？啥人头的？讲出来啊！请帝王查嘛。查？上了玉门去御所，鬼都跑不进去的地方还要查？也是不拉啥人手里嘛，就是啥人推的，这不是明摆着吗？你拿出证据来！证据？你把洋钿藏起来，叫我们到啥地方去拿证据啊？哼！今天推洋钿，明天好推暖。你秀琴姑娘，
省着点，以往会查清楚的。阿爹，侬那个不该我的啦！尽管你妹妹举行真心堂，好心的雨好报答。常言道，强盗好躲避家宅。与命亡，自己先中的当家人，千里挑一死无伤，不要再偷走一把盔，结尾再走也不妨。看他俩。今拿一把羊，你几岁小胆不小，我靠你马了东边呀南湾旁。我没拿过这家一分钱，我家俺没用过这家一分钱。我走当家呢，俩公位我都不听了。哼，苦东边这几个钱，送进我小户我也差你。你们走了当家呢，让你看的眼睛都糊掉的，就是相见相风流也不给退自己家里的钱，兔子万不求我边吵你。咋个当家你少费心，咋个当家你这不穷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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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鬼，放下。
他也难说自伤。我不曾是退转是小姐，因如出动眼灯香，一穿也是万几里。阿姐，我醉了，终于一天，我回来还你一把娘。姐姐姑娘，姐姐姑娘，姐姐姑娘，你不能走呀、啊！我说大哥，我不走，100块钱是找不到的。啊，这！我说大哥，我走之后要多多留心。嗯，好、啊，我去了。啊。我老早都能讲过了，石家台面不是俺去的地方，侬千万不相信。今朝侬吃到苦头了吧？阿爹啊，这是有人害我，我心里清楚得很。害侬也好，不害侬也好，反正在侬嘴里少了加头一笔钱，啥你老肯罢手的？话你不听老人言，孤鸾却孤谁应心。想当初不去杀家族心屋，那位有今朝的冤枉哦。这家族十多年死肉菜，落得孤哑巴去亡灵，快去买掉苦冬金，陪完他家的婚命啊。我既没偷也没拿，为啥要赔钱啦？反正在侬手里偷掉的，哪个好不赔钱呢？叫啥个头去赔？查不到偷钱者，我死不关心。我还要强对劝老，噶不听俺话，你我阿爹啊！姐姐姑娘，我是大姐姐姑娘，侬来了，快到屋里向好。搿倒不用，我来告诉侬，电话上毛病在。啊，毛病重吗？哎，两天没吃饭，电话叫我来请侬回去呀。哦，哦，我是大哥。啊，我还是不回去好。这我一回娘家，阿公有啥毛病？我猜想，搿两天一定会有啥动静。啊。我要多旅行的。哎。啊。啊。啊。阿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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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毛病？你是不拘谨七个呀？退了养钱没到位娘家。阿爹，侬们不要去，只要去三块，你就能稍微人儿补补身体。哎呦，真孝顺啊！我是头房媳妇呀，
我不关心吗？啥人来关心你？啊，阿姐，来吃点看。啊，你来试试烫了烫。哎呦，细胯子，糖都没放过，眼瞳。老头哎，东乡往里子躺平了嘞。哎呦，做啥个慌里慌张？有没有人来抢功劳喽？啊，阿爹，阿爹，快吃盐。啊，阿爹。阿爹呀，侬家一病嘛，就没有人来注意了。刚都一问人家，哎，真的一个当家人是不是啊？嗯。爹、啊，只要侬一句话，根本我就好办事情。啊，你是侬是是吧？是呀，阿爹、啊，丈夫也是嘛，好叫起大嫂子。我还没有断气呢。自从那上房失去风风忙不停，一般常态彼此猜，平常些分安分暖分明静，送茶送呀送叫你去清究竟，他回来了吗？帝王，以我偷了个100块洋钿，不走出来，也就不回来呀、啊。帝王，究竟姑娘的脾气，侬是晓得个呀？嗯，看来要叫宝宝回来一趟。嗯，哎。大嫂啊，老驴子万年不尽快要死在，究竟老么滚在这里？隔壁杨亭也拿出来，好怕用着。好啊，明早三叔伯来，三对六面共定分赃啊！大嫂，我与华明讲，当家人嘛，我娘家侬做。这100块洋钿嘛，侬娘家我用。我用？你这个根本弄得太黑心了，钱是我去拿出来的，底薪吊单一张，也总该有我一份。
再说嘛，我当了当家人是不会忘记侬的啊。那就二八开，我答答人。万一三叔伯你不是一想个办法，还没有加方便呀、啊，侬说是吧？多你的猫，哈你倒！哎呦，绝情姑娘，我的大哥，我到底来了。昨天夜里我都看见了，他谁管谁管？那不会看错？哎呀！我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不会错的。快告诉电话去。不，做啥做啥？叫伊拉自个把人样的带出来。哎呀，九金姑娘，搿是眼睛讲闲话，办不到的。办法有个，来，快告诉我。好。九金，啥事情敢慌里慌张？要紧事体。啥个要紧事体？好事情。外乡的小孩子，一些什么嘴面苦脸，一些什么嬉皮笑脸，哎呀！哦，咋呢，阿爸？宝宝，哎，侬来做啥？我来接究竟回家。分明分白干不好回去个。哎呀，咋呢，阿爸？我心里慢慢明白着。哎呀，这一次白条办苦动点，再来一次连条老命都要赔进去的。咋呢，阿爸？我在地究竟是个好当家，依我看有人设下陷阱，实际上有错待他，我想常人被孤立，今日我专程回来祭酒敬，望常人劝说酒敬，与我上上究竟究竟你是委屈了，爹要我来敬你委屈，我还没有到辰光啊。妈要到什么辰光啊？就要看你的了。看我？哎呀，我都今天弄糊涂了。四呆子，嗯，你回家去先找五十大哥啊。找五十？嗯啊啊啊小少爷，帝王跟赵发嘎多个脾气，我要看仔细一些，早点把头前个查查出来，好让帝王放心在。嗯，多少呀？嗯，多少呀？嗯，爸爸又回来就翻面孔，为啥？为啥了？心事重啊！侬是不晓得的。嗯，帝王叫伊回来是查清100块银两的一个事体。哦，多少呀？嗯，小少爷今朝先查账，明朝要返乡到会收查房改债。好。我把老三去水查。哎呀，我去水查。多少呀？嗯，搿都是不好哇啦哇啦的呀。嗯嗯嗯。
姐。阿姐，你到底回来了？阿姐，我应该回来的呀。侬身体好点了吗？你回来，我毛病就好了。爹，阿爹啊，100块零洋钱，好还不侬债。哎呀，于子熙不好出息，怎么会难免再进来？苦东店里到底苦个呀？大嫂、二嫂，我是来还100块零洋钱的。好啊，阿爹果然是愚蠢的。快叫出来，看家人。你娘的就藏在石家的院子里。你家族的远空发之下，你来耍花枪。你骗得了爹，可骗不了我。快滚！姐姐，做事要有长针。有长也有针。你怎么知道这有约？爹，宝宝，阿爹啊。姐姐，快拿锄头到后院去挖。阿爹啊，我还不好欺负的啦。年纪不好是激动吐干。子珍，五珍啊，在。拿竹堆到后院子去。是。你们两个接我去挖。去。今天要
没道理。两个叫我过来哇。阿爹给你买一百块。喏喏你爸爸我来帮忙玩。哎呀你都放心我胆子。大少爷我来玩啊。这是我屋里的当地麦，喏，爹，喏，喏，喏，阿叔，你们，我大哥，你们为啥要这样做？啊？阿爹，都是三叔不叫俺走的呀。阿爹，都是早上他们不好呀。九斤姑娘，我十年活了六十多年，绍兴城里要有点小名气。今天快来，你是比我强。你们听着，看在九斤姑娘份上，今天就饶了你们。三生，侬不进，侬不去走。少二少，牙齿跟舌头也有当家的时候。常言道，兄弟一条心，黄土变人精。真心换真心，脚里姐妹情。九斤姑娘，